有了。哇！哇！这么多厉害，从来没有玩过。第一次玩，对不对？哇！哇！哎，有一个啦。真的太有天分，老板，你推销我。OK。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汉少日记的娃娃机店。最近呢，看了一个影片，这个女生看起来蛮厉害的，我觉得是一个新秀，你知道吗？我也觉得蛮好奇，娃娃机有办法出一个女生很厉害，我觉得今天介绍她来看。嗨，是部分忙什么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厉害的女生。对，重点是她有办法当天拍影片，竟然有办法当天给我剪出来。哦，赶出来。那我想问哦，今天为什么要穿这样？有一个神秘重量级。先问你水，因为20公斤，确实是认识啊，这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，从小看到大的一个影片，从小看到大，对，请啊，小豪哥，小豪哥，哎，就是当初最有名的一个艺人，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是秋生，对，讲到秋生，大家一定都记得，听说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娃娃机，对。那今天来到台湾了，对，所以必须让他来夹一下啊。但是重点呢，没有那么简单，我们要看看他能不能自己摸透，就是你自己慢慢的玩，我不教你，但是会给你钱。哎，那我们就来比一个小比赛，哎，谁夹的比较多 ？OK， 哎，没问题。所以我们就今天来开始发钱吧。一个，那我们每个人就是发了300块嘛，各自发挥，各自有机器会跟着你们走。OK， 好 ，Go， 好，对 ，Go。然后跟我跟你说，这个是一个出货口，哎，这个东西，这个洞口，出货口，在它的旁边的东西，没都很好夹，可是必须要够多，太少了。对了，太少了，不要，我们再继续看，还有好东西，300块没有很多。哦，等一下就没了。我们的娃娃机有110台，你现在这个钱不够每一台，对啊，所以我们要慎选，要好好的选。好，对，我觉得你可以先挑战这一台，这一台，因为这个很好，试试看。好啊，看下去才会放。哦，有了，哇，这么多厉害，从来没有玩过，第一次玩，对不对？哇，好神奇哦！哇。有一个啦，真的太有天分，老板，你推销我。OK， 你们死了，我好选择了。为什么？他就是需要技巧啦，我们这边有一个超会夹的，可以偷偷教你。来试一下鸡腿。鸡腿，应该是这里好一点。对。有啊。再来，骄傲，哎，前面一点点，不要太后面。哦哟，他不怕，这么厉害，他吗？哇，我自己都害怕的。嘿嘿，哎呦，有呢，一个10块多的东西。我跟你讲。这个机台就是这样子，好蹭，我们就在一起蹭。好，不要客气。好。有你加的什么东西？慢。加满了。你没钱了。没有了。你有算过吗？12。哎，他很多东西啊，我们都还没夹到。还要夹饼干。好，那你可以，那个后面起没有关系，去休息也没有关系，去研究一下小花队也没有关系，等待我的商品，是吧？我有8块，我要有多钱？他只有12哎！不可以让他知道，不然他会伤心。对呢，他会伤心。对呢，那这里面我怕的是他而已。对，啊，小豪哥那边他是技术不够，但是我害怕是如哥会这么傲。哦，对，我跟你讲，他刚刚已经有万能钥匙。哦，没有关系，干他就对了。哎呀！小朋友，等一下，小哥还不算，那等一下算分数。哦，算分数啊？对，等一下啊。哇！是这样。
哎，姐，哎，我觉得你要不要先搭车回家了？好啊，妈，真的啦，你去小哥那边一下。经理，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港币换台币哦。你是哦。哎呀，对呀。小哥，你刚刚是不是投港币？港币五块可以两次哦。小哥，你的零钱剩多少？最后十块。抽出来，几个？有。住了。怎么办？小哥已经没钱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只剩爱甲了，我还在选择，我在选择，他是从甲这里开始过来，就60块而已呢。对啊，赶紧被骗，真的？阿威不会骗你啊，他有高人指点呢、啊，还有天使加持，你看你现在天使也在帮你加持。对、啊，来，摄影机全部关掉。等一下，小天使，注意秒数，一个都拿不到，没有。下来！哎哎哎哎！观众在看，观众在看。对啊，有东西掉出来，我们庆祝，很开心，开心。起来！哇！哇哇哇哇哇！来了，还有哦，还有钱哦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没了，没了，真的没了。哇，这么多！啊，很多。哇！40, 45, 90 刚刚不是说香港是乘倍数的吗？知道，因为前面不倍数。哦，40啦，可以减吧？我知道了，13件。加倍换，你都加大包的，怪不得。可以可以啦，这里5、10、15、20、25。40，分你们，四七，这样子算欺负人吧？欺负一个弱女子，又欺负观光客，乱捡！我还没开始，他就已经结束了，他就乱夹，不着急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有第二趴，对，第二趴叫做他们两个联手对付一个，我就不相信还会输。那我们要换一个方式哦，哎，不能玩剑术而已，不玩剑术，你剑术你要给我搞那个。我哪受得了啊！你也是啊，那我就是因为他这样，我才这样的。拉长距离了，好，简单，拉长距离，拉长距离，这里对这个这样子。好，接，看接哦，接哦，就接。那第二回合就是500，剩时间再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出发，够了，够。我觉得还是要以大一点的为主，因为如果现在是以不管是长度啊、体积啊、面积什么之类的，全部都是要大的。被标的，不要十块没夹到，现在就来找战犯好不好？出来！哎，漂亮，漂亮！看他们突破了啦！长的，到底有什么长的、啊？我们介绍一下，都出了，出什么啊？有了，有了，很好练。这怎么假的啊？确定要这么任性？假上面的包。哦，有有有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30块。压。哎呦！有有，很好练。不出来哦，太乖哦。过程不重要，我觉得我们出了两场，对，一个双胞胎，啊，不来，人家是在送哎，嗯，可以送一只大超大只，干他了，那我再跟他了解，不是，你觉得他有可能不会有压力吗？没有压力，还是没有压力，绝对没有压力。我没有跟他说什么吧，我没有跟他说这样乱传什么。两杯，没来意的呢。有有有了，呀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干什么东西？是我们自家养的，不要乱摸。它后面如果很重，它就会滑下来了。我会把它拿出来。进去。来啦。有，有了，有了。两包。就你啊，全出来，出来。好，那我们
现在是直接来算了吧。应该是你的，不一定哦。那你要提什么？用现在讲没关系。底面积好了。重新算，刚刚讲的不算，不算数。底面积。底面积。哎，没有气啊。啊，输哎、欸，吼、哦。对。这看起来像输哎。小朋友给你找的。我是不是有点摇歪了？啊，那个同学戴眼镜的妹妹，现在你看这两坨东西。哪一坨比较大，面积比较大？好，不管怎么说，妹妹应该不会骗人吧？是啊，我们尽力之所以呢，有奖品，有奖品，有奖品的。柜台后面任意挑一件，算草原的无所谓。如果说他现在这里还有什么东西想要的，也可以带走。没错，因为今天母亲节，母亲节看到很多小孩子想挑一些玩具去给他。哇！然后我这边选一些可以让他去送给小朋友，这样就好。好嘞，好。你就认识他是行机好，是不是？他说你，今天是母亲节，问一下，你不能在家里你常用的就是料理机还是洗衣机？对啊，几方？料理机啊。料理机啊。好，谢谢你，母亲节快乐。谢谢。哎，你不要走了，料理机。料理机，你要送我。大当然啦，妈妈，送给你，谢谢，母亲节快乐，怎么那么幸运？好 ，OK， 今天很开心，小豪哥来到我们的台南店，对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问，小豪哥一定是非常的开心，开心了，我想不到我有这个能耐。真的哎，那我们四路哥来介绍一下。小哥从香港来台湾，已经相当辛苦，却又从台北再下来台南，力挺草爷的含羞草亲子乐园。草爷这一条欠大，以后小哥只要说来台湾，草爷就要负责机票、负责住宿、配私人管家，你就代替草爷先答应一下。不准点头，不敢说好。只要你说好就好了，然后观众作证就可以了。观众作证，以后小哥来台湾就是草爷负责。嗯，好不好？好。喜欢看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非常感谢小哥的到来。我买什么？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Mm-mm. 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No thanks. Don't mind me. I'ma just grab my stuff. 通常杀鸡、杀鸭、杀鹅，永远都要先杀哪里？脖子。哎，有没有？慢慢抽。不要去影响别人。抽他的鸭头。其实是鹅，你知道吗？是鹅吗？它是鹅。它哪里长得像鹅？它不是鸭。它是鹅，鹅的脖子比较长。北七哦。真的啦。长得体型就大只而已。真的啦。我那也很强，你不说我是阿东啊？嗯。